矢口真理左经梅开二度嫁给外遇对象梅田贤三翻摄自给 TOP.com。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。35岁日本女团早安少女组前成员矢口真理5年前搭上男模梅田贤三，遭前夫中村昌也捉奸在床，演艺事业惨跌谷底，两人不顾外界异样眼光，高调选在今天注册结婚，盼能从此迎向新生活。矢口于2011年嫁给小四岁中村，未料新婚两年红杏出墙，即使停工一年再复出，仍撕不掉偷吃人妻标签，演艺事业跌落谷底。近期矢口曾在节目中透露和梅田感情稳定，考虑未来要生儿育女，坦言不排斥尽快再婚。今天上午，两人合体公开宣布再婚消息，还联袂到户政事务所办理注册结婚。梅田目前转行当白领，矢口则对外主动报喜，强调再婚后会和另一半互相扶持，迎向未来，更感谢家人及好友一路以来的支持。